因应当朝一点空政策，婚姻观各地积极推动 A、B、C 古典来服务地方长辈。北港镇九九药局过去就曾经成立过呼唤式及医术当朝站，受到长辈热烈欢迎。即处搁伫药局边啊，设立第二个市级古店，希望予在地长辈会当行出门到古店来逛当，做寡多元的学习。向梦强照，赞！高龄化时代来到，尤其伫福林关各地拢有袂少许大人，为出三省当朝二点空的政策，依照长辈人数甲范围，设立 A、B、C 级的当朝站来服务长辈。立北港九九药局嘛，伫药局边啊开办一个新的 C 级行农长照站，提供在地长辈多元的学习空间。长照2.0是政府在推动的啦，我本来踮在普欢活动中心遐都有办一个，因为结果大家反应都很不错啊，所以我现在算讲搁迁移啦吼，啊想说啊所在足快，我想说再提供一个点，然后。可以提供我们咱在地在老那个长辈哈，给他们有一个游玩哈，出去的所在。九九幺二今嘛办这个新据点，让我们拿药、买药什么都很方便，对我们老人是很大的福气。啊，当这据点的时阵哈，好在许多哈，啊会当活动筋骨啊，然后。跟年长的这些人一起哈，来共同活动，能够使大家增进彼此的感情。这哦，真好啦，服务真好啦，哎呀，真热心啦，真用心啦，真照顾阮这老人，真好。安那好，大家安足互相的，足很好，大家足互相的照顾，哎。你也会常常来的。会啊。八音彩主会成为地方公益团体，积极推动地方公益事务。到几点做活动表演，各用精油替长辈两人放松，场面是真热闹。以后我们也是会老，然后这个西向我们是参与老人照顾老人，希望老人有一个美好一个好的生活。当朝服务的配置现在是愈来愈完善，但是因应人数甲地方范围的限制。土地行农长照站的推动无法度这么顺利，希望是大人愿意加加出门来参与活动。很多人觉得这个戏剧点经营是非常容易，其实我觉得戏剧点的经营是非常不容易，尤其是我觉得我们必须做更多的宣传。我都以为说，其实我们的宣传已经够了，后来发现说其实还是不够，还是非常非常多的长辈在家中，他们是没有活动，也不知道说有那么多的活动跟社会资源，所以我期许可以透过这一次的活动，我们可以呢结合更多的资源，让更多人知道，一起帮忙宣传这个据点。有长照站的推动，帮助地方是大人愈来愈幸福，更希望长辈珍惜资源，多多参与活动，创造乐活的人生。记者张怡婷采访报道。